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图是全美各大学援助，我们绝对不用挺巴，它是声援巴勒斯坦人权的抗争地图。你可以看到，在全美国有这么多的大学，差别是如果和1968年相比，那一次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被认为处置不当，他的处置不当就是他发表的言论，然后十天之后发生了抗争，最后还被要求下台。但是你知道他多久之后才请警察进来吗？他在学生抗争是4月22号，等到4月底，也就是过了将近10天左右的时候，他才请警察进来。这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是学生一开始一抗争，立刻请警察进到校园里头来。他不但没有被开除，他只是被谴责，而到现在还屹立不摇，因为这次牵涉的不叫做反越战。这一次也没有上次激烈，但是这次牵涉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人问题。美国的道德遇到以色列是会转弯的，而全球各大学声援巴勒斯坦的抗争地图，我们现在看到在欧洲，在美国，而抗争呢参与最少的是亚洲地区，亚洲地区对这件事情最不在乎，澳洲呢也有很多大学爆发了血潮。